投入民进党界县长初选的议长张明达，今日来公布政策宣传的音乐和文宣的写物。竞选总部发言人黄英军表示，政策音乐是选择苏慧伦进行唱的柠檬树的音乐，希望民众听到这条熟悉的歌曲，加深对张明达的印象。我正式吼，我的宣传车吼正式要来出动。我们呢听了年轻人的建议，选择了这首《柠檬树》，因为咱选择这个音乐呢，是咱这少年呢提供我啊这个建议的。我希望讲吼，即马选举呢，咱宣传车吼过去传统的吼，拢会吵到真济百姓。啊，咱用这少年、这轻松的这个音乐呢，不要扰到我们的百姓，而且又能做到我们宣传的效果。是我们幸福树可达县长选择张明达团队，从几天前就开始在全嘉义县十八乡镇开始发送的文宣小物。那很多民众都说很开心，可以一边看着候选人的文宣介绍，然后一边喝着很好喝的咖啡，然后也可以喝着感觉像有一斤30000块的阿里山茶，那这都是我们幸福团队特别推出的小产品。另外，总部也采用阿里山地区所生产的高山茶包和咖啡包做做文宣的小物。试饮过的民众拢讲，茶包饮起来一点仔拢无输一斤2-3千的茶。有真侪民众拢来总部客，伊另讲，伊希望民众会当饮着好茶、好咖啡，作为为家的这块土地来拍拼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